你们这儿有没有邮局？有。你干什么？想给我妈写封信，告诉她我找到个家了。明天再说吧。你累了，你洗洗脸吧。我得去喂马了。哎呀，他出来了，快点快点。小三儿，回家去吧。又想家了。这是我攒的40块钱，还有20斤粮票。你带上回四川，回家去吧。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？不不，这个，郭撇子他没跟你说清楚，我是右。姓郭的大叔和我说了，他们说你不是坏人。你怎么哭了？我不会说话。生活中忽然闯进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，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他对我是这么信任，和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，
好像他也等待了我好多年。你披上衣服吧。哦，我忘了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秀芝。秀芝，秀芝，我是犯过错误的人。犯过错误，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。我这个人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。一辈子有什么不好？我陪你在这儿劳动。那你太可怜了。我不可怜，我命好。为什么？我看出来了，我遇上个好人。